啊，怎么啦？你要出去吗？给大家看你昨天有剪毛啊，来来来，爸爸，是吧？小黑呀、啊，给大家看你多可爱，剪毛的小黑。啦。然后前面的毛被剪掉了，因为会打结。在睡觉，一天有24小时，你差不多睡23小时吧。嘿嘿嘿，猫就是这样，它算很乖，其他不会这样给我抱，它算很乖啊，它喜欢给人家抱，每只猫的个性都不一样。啊，我要聊天了，不然你没猫粮吃。看他手掌，你看他手掌，手掌要踩奶，你看他要踩奶，可爱的，踩奶，踩奶，踩奶，看，在撒娇了。看手，好啦，好了啦，这样我没法聊天呢、啊。啊，这样我手很酸呢、欸，手很酸呢、欸。好了啦，我这样子我很尴尬呢。靠，你这样不跟你睡，我很残忍。我不给他睡，是不是很残忍？哦，好了好了，你拍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好不好？好了啦，看一下，你的脸都睡歪了，脸都睡歪了、欸。啊，给观众朋友看一下你，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
好酸哦，手好酸哦，手很酸呢。行了呀，行了呀，好了，哦，Oh my God！嘿，你要出去是不是？嘿，是不是来？哎呦，干嘛啦？要吃鸡胸肉是？快点，我爸爸跟人家吵架呢，你要来撸了，我这样又没有杀气的。好啦，我这样又没有杀气的，你要出去了要啦，来抱啊，不然抱嘛。嗯，好，抱嘛，抱嘛，又不给我抱，就在那边。再下下去了，好吧，下下就好。